又有 TVB 艺人宣布离巢啦，高收视节目《东张西望》近年多位主持出走 ，TVB 十人男团 Super Tiger 成员之一34岁嘅魏柏豪呢日都宣布离开 TVB。他做过地勤和7年空少，2020年参加冲上云霄大选入行。他在社交平台贴出多张外景相，怀缅在东张西望工作的时光啊，还说下个礼拜就有另一种挑战，还有一个飞机的 emoji， 疑似回去做空少啊。